Yo, hello guys, 我是 Zico。 今天我们终于要来继续进行 MLB 的秀辉煌生涯模式第18集啊。最近杭州亚运许多赛事已经打完了，虽然很可惜没有赢韩国拿金牌，头脑瞬间浮出徐展元说过的一句话，好想赢韩国啊。为了致敬这些辛苦的运动员，所以我打算要把球棒换成这一根超帅 WBC 中华队球棒啊。正式开打比赛前呢，我想要问各位观众，你们觉得我现在生涯模式要如何进行？现在我们就是这样一直这样打比赛，所以说各位，你们有什么建议告诉我说怎么拍影片比较好，或是你们想要怎么看，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啊。今天第一场比赛，对手他们这个 logo 蛮帅的，一头山羊在吃脆皮酥哦。换上中华队球棒，是不是要来轰一支啊？哎呦，这个应该就是坏球。我靠，哎，可以吗？这球感觉有料啊，完了要被接杀了。哭啊！三局上一人出局，一二垒有人，我看能不能打一个安打。哇，这个坏球太明显了啦 ！Good take。哇，安打，漂亮安打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帮助队友回到本垒吗？可以吗？碎啦，有没有帮助队友获得一分啊？一三垒有人，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，可以。啊，完蛋，直接被双杀。啊，完了，可惜 GG， 直接跳来六局上啊，一垒有人，一样1-0。哎，这球又是一个，哇哇，我这个power打击力量超壮，我们这个打击是真的很有料。你看这一球，对面投手直接瞬间蹲下，不然会被我爆头啊。现在没人出局，可以空一个啊，可以，哎，可以耶，可以耶。好，先来二垒就好。Yes， 队友又回本垒。好球，漂亮，2-0啊！而且我们一二垒都有人，来喽来喽来喽！哇，太高了吧！这个一看就是要被接杀了。那球在哪里？球在哪里啊？我怎么看不到球在哪里？刚才那个高飞球我完全找不到球哎！现在两人出局啦，轰一个帅哥！哎呦，队友刚才那个选球不错哦，很有耐心啊。哎呀！刚才保送一二三垒都有人啊，满垒，哦，有机会有机会，哎，有机会有机会，可以吗？啊，没办法，直接被双杀，不然又可以再得一分啊。来了，我们又来了，七局上一二垒有人，2-0啊，我一定要轰一个，绝对要轰一个。哎，有没有？哇，刚才那球感觉可以轰哎。左下角我们 power 力量已经来到82了，所以说用 power 一定很猛。Nope， 靠背嘞，来喽，轰 run 喽，轰 run 喽，各位准备喽。喂，哇靠！各位观众，准备轰浪全垒打喽、哭啊，大哥，妈了个蛋，妈妈乐嘞，直接被三振，最丢脸。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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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轻松接杀，所以还想要回垒啊？来不及啊！我这个阳尾球都传不到，为什么突然跳来九局上，然后4-2？完了，我们直接被逆转嘞！哎呦，哦，这个好球啊！这个左头好像有点难对付。Nope， 哇，这个左头不好对付哎、欸，左头真的不好对付。杀回。Nope， 哇，三小。今天第二场比赛来当终结者是不是？哇，对手也太壮了吧！先来一颗变速球吓吓你啊，有没有？注意啦，来一个。哇，这样算好球哦。哇，哎，刚才那样算好球。认真，我刚才没按好呢。是锋线，注意哦，出界变速球，有啦。哎，轻松接杀，应该轻松接杀。睡睡睡，回家睡觉。Kaiser， 来第二位打者，一样是锋线，先来一颗，一模一样地方啊，但是是慢速的。哎呦，有没有挥棒落空？再来一颗变化球。哦呦，他没有挥。最后内角是锋线，力量拉满，有了。可以哦，直接轻松接杀。刚才我们第一场比赛直接被逆转，心情不好啊。这场比赛一定要拿下来。如果这样还能被逆转，我直接三游戏不玩了。所以是所以有没有海狗队拿下胜利了啦？舒服啦。第三场比赛一开始先来当防守的，这里这里这里这个速度可以吗？啊，队友帮忙补一下。对嘛，团队合作啊，是不是？一局下我们六九 Zico 上来打架，我突然想到刘志荣也在我们这一队啊。也是这一次中华队的刘志荣啊！喂，怎么一个坏球？啊，哎呀，我怎么去接？哦哦，哎，全垒打吧，是全垒打吧？应该全垒打吧？哎，全垒打！
碎啦！我就说了，能用 power 就用 power 啊，超级爽！我现在真的几乎每一场比赛、每部影片都会轰出两支以上全垒打。Nice, nice, nice！ 轰出全垒打就是帅、哦。你看这个动作，哇，这个动作超帅、欸！天哪，这个回放飞超远，而且他本来要跳起来了，结果打到观众的篮蛋了。哎、欸，这里往后，往后，往后 ，OK, OK, OK， 轻松接杀。所以够烂呐！四局下再度上场，一样一比零啊！我靠，哎、欸，他这个球有点特别哦！我靠，这个也是坏球，哎、欸，他是要瞄我的鸡鸡是不是？哦，全垒打，这应该全垒打，这应该是全垒打，又是一个全垒打！各位观众，连续两支全垒打，连续两支全垒打哦！双响炮双起来了啦！太六太六太六，真的六，太帅了啦 ！2K， 这一球，哦吼，火球，哦，又被我击中！哇靠，这个哦，听到这个声音就是舒爽，然后也是飞到这个草皮上面。我突然很好奇一件事情哎、欸，如果那个捕手的手像鲁夫一样往前伸，那这样他抓到的话，即使他那个手超过那个围墙，是不是也算是把我接杀？讲一讲又突然跑出任务条，那我一定选轰run啊！我们现在手感那么火烫，看能不能再轰一支啊！能轰出去就帅啦！哎呦，想签字啊！来一个三响炮！哇、哦，哎、欸，干，该不会又要出去了吧？啊，这个没有啊，可惜。但是没关系，这场比赛因为我轰了双响炮，帮助海狗队拿下一场比赛啊，真的爽，真的舒服。这场比赛一开始就先来当外野手，这边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所以稳稳的，稳稳的，再传给这边。虽然说我这个扬尾球应该没有力，真的是扬尾球哎、欸，都没有力耶、欸。哇靠！等一下啦，为什么突然变满垒？这样子是要给我压力是不是？突然变满垒是怎样？啊，完了。至少接一个，接一个，接一个，接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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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，然后这里我传错，我传错，哦哟，靠，要我传错，我要传给本垒，哦，烦呢，这个扬尾球到底是什么啦？终于换我们打击了，一上来就直接出现任务条，哎，我们选择第二个有 power 选 power， 哦哦哦，直接 perfect， 靠，要全垒打哦，啊。这个声音这么响亮，居然没出去！一样，防守，防守，防守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走错，走错，走错。我来接，我来接，我来接。OK， 突然跳来三局下二三垒有人，二比二。为什么突然追平了？队友突然一个发威哦！啊，完了，完了，我好像又一个高飞打，但是应该可以让。他应该可以往三垒跑吧？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碎啦 ！OK， 这样也是另类帮助球队啊，团队优先啊。你看我们这个角色突然在原地转圈圈，来一样防守防守，这边这边这边这个这边这边，来传给一垒，这边啊，扬尾球啊，哎呀，一二垒有人，两人出局，所以说这一球只要接杀的话，应该就可以靠要。又是这种球，干又是这种球，本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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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这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完蛋完蛋，真的没办法，直接跳来五局下四比三，我们一样领先一分。又想牵制，哎、欸，他直接失误，可以哦，跑到三垒，啊哭啊，哎、欸、笑死哎、欸，到底在干嘛？我都还没打，靠腰，哎、欸，这好像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，对不对？刚才那个假装失误把我们球员杀掉。这个有点是奥斯卡演员，是不是？完了完了，这边，这边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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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接到完美，又是这个准度啊！ Nope， 啊靠背 ，Nope， 哇哇，哎、欸，这样我没回到，哇，这个就夸张了吧，直接触身哎、欸，这应该保送了吧？哎呦，可惜！啊靠！要林老师嘞，直接跳来八局上五比三，一人出局。他们一垒有人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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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速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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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吗？哎、欸，别别别，出去，别出去，别出去，别出去！碎是碎，还好没出去。哎呦，八局下我们再度上场哦 ，Number 69， 69大魔王啊！
哎，这个声音响亮。哇，完了，完了，这个高飞，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场比赛也是我们获得胜利啊。